好，我们来看的是独家镜头。第十一届新国会登场了，新任立委2月1号已经全数的报到完毕。他们呢也收到立法院提供的大礼包啊，那里头呢究竟有哪些东西呢？民进党立委黄捷要带我们来独家开箱，里头包括有立委手册、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、通讯录等等，还有这立委证章是应有尽有。那么刚进国会立委们，希望他们都能够快速上手。新生入学有收到一个新生入学须知，然后一个满满的大礼包。那礼包里面有什么呢？辽宁版女神黄捷正式登入国会，替本台独家开箱新任立委收到的立法院大礼包。首先是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。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、立法院精选案例、常用法规汇编、总预算编制，甚至到各单位介绍职员通讯录，立法委员想知道该知道的大小事，统统在里面。立法委员手册就是新生入学手册的意思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的通讯录、班级通讯录、总预算的编制手册，还有这个非常厚。真的有看到这个厚度吗？它除了纸本，它也会有就是线上的档案，所以我们这些寒假作业也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哦。还有这个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在开议的就职的第一天就有收到了哦，而且它真的是有香精哎，它算是什么重量22 kg。还有立法委员证章22 kg 打造，重量0.4钱，大礼包应有尽有，让新科立委能快速熟悉国会运作。哦，还有个立法委员请假单呢。我请假样本单。开始准备要打怪之前，可以先有一些就是可以先学习的基本的防身术。我觉得缺了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周边美食地图。立法院大礼包让立委开议上工前做足准备，迎接第十一届新国会。记者曹天、薛学华采访报道。